大家好，我是国王的御厨 Dudas。 哦 ，My King， 今儿似乎有点不开心呢。哎，你的目光为什么要紧锁在我的脸上？我转，我这也行的吗？我再转，能不能别看了？我怕你一会儿把自己给拧死。哇哦，都三圈了。哎，我算了啊，一会儿驾崩了，真是。嗯，让我来环顾一下这个皇宫。哇，硕大一皇宫，就我们俩人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信任呐，一般人可以吗 ？No， 不行的。哈哈，嗯，让我们来到二楼看一下哦。喂，哇，宽广的二楼，啥玩意都没有。哎，但是有两个门，我能出去吗？看看着外面的景象，怕是出不去了吧。嗯，没有错，别看我了，我给你做行不行啊？给你做。这应该就是我的灶台了。哦，贼长一条，只是用来做个汉堡是吗？而且这还是一个半成品，我加个面包片它就完了吧。哎，我加不是，掉地上了。哇，这可能是近视眼吧？你看我在这儿，我都看不到他眼睛，他肯定看不到我。哈哈，我们捡起来啊，这废物利用，怎么放不上去呢？我跳到这个灶台上，哎，我放丢了。他这个应该看见了，天外飞饼。哇啊，好，这里，喂，我放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放个面包片都放不好了吗？啊，我的厨艺已经下降到这种地步了。印度飞饼，出。我飞偏了，不可能，肯定是我的操作方法不对。慢慢来，感受盘子到了自己的脚下之后，哇哦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就那么轻轻一抛，嚯，与空气完美的结合一下，看看，还没上去啊，这怎么搞的呢？啊，这我刚刚出去看了一下厨师的基本操作哈，啊，原来我的手呢，它是可以伸缩的，哈哈，好，你看啊，我伸，嚯，它就远了，来。放上去，这就很完美嘛！哦哦，来来来，国王，给你吃汉堡，好吧？哎呦，看见食物还是表情，我又不是没做好，真是。那给你，不是这，给，我不是，你这手就不能接一下吗？啊，手短还怎么的？非要我送你的嘴里是吗？他的手好像是追寻我的食物的呀！你看这，哇，穿胸膛，妈耶！啊，给你吃好吧？来，我从上面丢给你啊！我接住了，哇，这不是你给你自己头吃呢啊？吃饱了，哇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还膨胀了呢？不至于吧，大哥，这个房子里就我们俩人，有屁快放行不行？不要在意，我都成这么大个球了，哇，那再吃一个会怎么样？我试看啊，会不会撑炸我啊？现在要我自己做了是吗？啊，也行吧，首先加个底，我能不能搭配一个别的汉堡出来啊？比如说这个一加就肉夹馍啊，加进去。仿佛不行，只能按这个中规中矩来是吗？咦，真是，一点都不创新啊！好，这个生菜放上去，接着是这个肉饼，哦，往上一放，再是 cheese 锁定，最后一个西红柿盖上我的面包片，哇哦，接着吃啊，饭来了，哇，吃了一顿还不开心吗？哎呀，你看这，你吃了啥？吃盘子吗？啊，哇，又膨胀了，这个椅子都坐不下了呀，大哥，这到底有多大？别看我行不行？我有点瘆得慌。这个球更大了一点。哎，我如果把它往前推一下，会不会滚走我？我试看啊。哎，我先跳上去。啊哈，哇，他还是看着我。妈耶！哎，我就这么转吧。我看着你的头转啊。来来来，一会儿把自己给拧挂喽。哦吼。我这是一个艺人呐，再来做一个汉堡啊！你莫愁，来放在这一个盘子，汉堡的底子，接着是生菜，生菜完了呢，肉饼了，跟我们这边的汉堡好像不怎么像啊，我们好像是先放肉饼，再放这个生菜的，可能这个古代是这样吃的哈，再是这个西红柿一个小片片，放上去之后盖上盖子，挥，搞定啊！这再怎么喂啊？我是不是应该跳上去？等会儿啊，光莫愁，行不行？我马上就给你递餐来。走这边，哇，还被楼梯卡了一下，不过没关系。哇，这边给我开了个口子，就是给他送吃的吧？哈，会天降正义，来给你。我这到底吃了没有？呜，吃了。我看到那个汉堡还在地上，你吃的啥呀？空气吗？怪不得膨胀了。我的天哪！呜，到窗口了，怎么的？现在看风景方便了吧？啊？再撑我感觉要炸了呀！不是 你把我顶着走啊！我的天哪，好恐怖！哎，我是不是可以脱逃了？妈耶，你都撑到墙外面去了，你在逗我吧？啊！我从下面看一下，太夸张了，内心接受不了！我的天，手和脚都没了，你再怎么啊？
还留了个手啊，走路都不走，还是要吃是吗？啊，我，好，再来一盘啊。哎，不，这个盘子飞出去了，好，不要着急啊，那放这里。喂，再来一个，嚯，接着是这个生菜肉饼，嘿，往上一放，再是啊，cheese，番茄，搁定了。我是不是再喂一个，它就炸了呢？或者是冲破这个天花板？好，好紧张，好虚啊！我天，来吧，国王，助你一爆之力！嘿，给你，好，快吃吧啊！看着你吃，离远点，免得误伤了。呼，又变大了！我的天哪，不敢看了，不敢看了！不会也砰一炸？哎，等会儿，好像已经快顶到天花板了呀！哎。我 ，The King Dead， 啊，国王挂了，我天！那么本期视频先到这里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关注、按个赞或者分享之类的。好，我们先见，拜。